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咱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共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咱伫早时11点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做会空中结缘，做会来开讲。那伫咱早下时啊的时段，11点到12点，伫咱高雄地区、台南地区、屏东地区，对咱的凤鸣广播电台二台，凤鸣二台 AM981，AM981，会当来做收听。同一个时间，伫分林家己咱的乡亲时段分家地区，麻烦你转这个家己之音 FM 91.3。啊，咱这个今仔日有呾接一个新的广播电台中华，中华广播电台，咱的乡亲时段在台北市、新北市、大台北地区的。拢会当听中华这台，就率是 AM 的1026，1026，1026，中华广播电台，住伫大台北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好朋友，12点吼，咱即卖从11点开始，啊，咱12点到即个1点，这一点钟的时间。有哪甲大家做转播，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啊，所以咱这个先声电台，就到一个月我来继续，吼、哦，一个月持续啊，7月底了，才做一个杂志，下晡2点到3点，吼、哦，那习惯听先声电台，伫桃园、伫新竹啊、大台北地区拢会当听一，到七个月、7月，吼、哦，7月底。会做一个杂志，吼，这是先声电台 AM774，吼。啊，那暗头啊，7点到8点，伫咱台南地区地中的高雄听詹文客就对啊，老牌子的吼 ，FM89.9，暗时7点到8点，会当讲对早时、下晡时去靠暗时，咱一边一个声音拍拼来甲做奉上。啊，逐天听咱的节目，除了陪伴你的生活。予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共同关心咱的土地，咱的台湾，嘛要做伙打拼一个有愿望的，这是咱的未来。来，今仔是一个吼啊，7月初四礼拜一，搁一个新的开始。那算旧历6月初一咯，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阿扁总统，咱的陈总统受到政治迫害。政治对杀，多2777天，足足6冬外的时间啦。冤枉也未洗清，公道云也未平反。在这个平反之路顶端，咱互相加油，互相鼓励。需要个宣传，需要个来拍拼，吼，绝对袂当放弃。2777天哦。来，今仔咱的节目包括着咱现场咱的口音热线吼，啊个所有咱遮的新闻的重点消息，别人向乡亲时代做伙来分享吼，啊咱做伙过来做一个交流。来，即卖节目就要甲开始哦，咱的音乐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伫中心甲演奏落吼，马上登来现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是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节目进行中吼。啊，对，今仔七月初四开始，咱即个伫北部、台北市甲新北市吼，主要啊，咱即中华广播电台 AM 1026，其中也要甲咱即个中华的听众朋友问好吼。啊，较歹势吼，今仔日第一天啊来接中华，时间实在都袂控制啦吼，啊无11点到12点。安尼接做伙，安尼看看舒适。啊，这有哪着差一点钟，咱12点到1点吼，拄啊即个中昼时啊，甲你陪伴吼。希望讲咱安尼慢慢啊，过来催敲一下吼，让咱的台风这边看时候会当接做伙，安尼愈方便，包括咱的口音再来。所以伫中伫遮也要代表咱这边一个个节目，甲咱第一工啊来。会当讲连线吼，啊，咱伫北部的听众朋友，甲你多谢，甲你问好吼，希望讲咱的节目会当让你互相交流，啊，咱做伙来成长。啊，那一边一个爱台湾，啊，有任何爱改进的所在，也拜托咱中华广播电台吼，啊，即个听众朋友，甲地中看甲指导吼。虽然咱时间啊差一点钟无同步，但是即个咱的专线电话。啊，咱的服务专线好，联合平台电话拢同款，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你拢会当甲使用吼。咱中华的听友，0776180705，0766180705吼。无论对着本节目、对着地中啊，任何宝贵的意见吼，那不去言，甲地中来指导一下，拢甲卡一支专线吼。任何的问题吼，包括电台、包括时段、包括所有一切服务的内容吼，拢甲卡一支专线，0776180705吼，0766180705来服务咱伫大台北地区遮的听众吼。啊，当然咱原地先声电台是也足感谢吼。这若有那合约的问题吼，啊，到七月底会先做一个杂志。啊，原地咱在先声电台 AM774吼，听众朋友啊，那不去嫌，有哪会当对吼？啊，这到七月底了啊，转对中华广播这边 AM1026啊，继续吼来听地中的节目。我有实际去听过吼，我着人我助理两个安尼啊，坐一台车哦，啊，这着规个大台北地区差洗透透啦吼。啊，无论讲着上北边，佮上到淡水一边，我去甲听。这1026 AM 的吼，听的实在有那真清楚，吼品质袂歹。因为地中我要来做连线前，我着爱亲自去听啦。吼、有人讲啊，这用啊咧探听的就好，我讲吼、探听归探听，啊咱做主持的人，咱家己咧制作，咱无实际安尼吼。啊，差不多规个大台北地区我洗透透啦，拄啊用2-3天的时间吼、全部拢甲洗一遍。你搁到对吼、你讲东市区啊，这里啊对新北市吼、中和、永和啦、沙田埔啦吼、啊这板桥这边，迄拢无问题。到入来车头车吼、啊规个市区安尼拢甲洗洗吼。啊，包括内湖、南港，佮对新庄啦、五股吼，啊，是讲新店迄边吼，那较外山区我无把握吼，啊，那这几个吼，啊，差不多台北市、新北市品质佫袂歹，因为伊即个发射台就设立市区啦，啊，那是有那一步较方便吼，发射台伫市区，啊，所以伊迄个讯号若拍出去，几个吼，啊，咱。在你大台北地区，咱的乡亲是大，甲做一个参考吼。有需要改进的所在，唔免客气，甲卡专线电话0761800705，0761800075吼，啊实在足感谢。啊，即、这个伊对迄个网站对线上我来当收听，哦，你甲上中华广播电台 AM1026，啊，对伊迄个线上。我那做收听会使听，当然咱真侪北部的听友
要用这种手机啊的迄个智慧型手机啊 A P P 收听的，啊嘛是甲咱call in吼，大地中即卖11:11咧讲，啊大家也听会到，也是那透过着吼咱这个报道联播网系统，伊迄个网站你甲点家己字音，因为家己台咱有接，啊这有哪会当线上？哦，就是讲你住伫北部，吼啊咱话。听众伊习惯用电脑咧听，你对报道联播网诶，吼、哦，即、這个嘉义台，我来当听者，也是对咱诶高雄遮凤鸣二台诶，凤鸣诶网站，我来当接呢。你对电脑甲即边凤鸣诶网站，甲点落，你无用垃圾用嘛会使，哦，你搁住伫中部啦，住伫台东花莲啦，你对网站甲听。啊，做方便的选择做者，对方便爱听一，啊，你对快乐啊，歹势迄个报道联播网的嘉义台遐吼，爱对嘉义台，因为北台咱无接，啊是讲你对这个新的中华 AM 1026，啊，你有哪会他个点落？哦，电脑网络线上个听，有关这个资讯吼，那安尼地中讲了无够清楚，也是讲咱。不了解，讲阿边哪转啦？吼，啊，地中你讲安尼，我无听清楚。你甲卡转数，咱有专人去甲你说明服务吼。一个0776180755，0776180755啦吼，这个号码拢无变啦。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吼，听好个卡，唔免客气吼。来，刷落这个，咱来讲今仔日的关心吼。这条消息的有哪两三天啊啦？海军的这军舰吼，这架这个金江舰吼，还有这个咱这个雄风的这个飞弹都射出去，吼、哦，雄山的这飞弹，讲一粒飞弹打迄个价格就要1亿以上，代表以上啦吼、哦。啊，这到底是安怎射出去的？今麦咧调查，检调当然今麦咧调查，咱啊。卖你家用药呀，是安怎吼？当然，即卖讲话足济，今仔日法院下晡吼外交国委员会有那要来做即、這个吼、哦，邀请国防部这拢全部来报告啦。所以咱较关心国会这边的状态吼，讲、哦、今仔下晡。这当然讲话真济啊，包括社会各界吼、哦，大家即个质疑啊足济，因为实在想无呢，用真是大大家头壳先发动一个。但是呢，可以我那会当甲卡一摆。地中我想无，我想过来讲，我想无啦。这只军舰，这是咱台湾当地做的啦。这飞弹，我那咱台湾当地做。实在我那会先肯定吼，做军舰做飞弹，这我那相当有伊的技术吼、哦，有伊的水准里遐。啊，一只军舰吼，这要射飞弹，迄是安怎偌重大的代志呢？即卖海军的讲法啦，国防部的讲法，讲歹势吼，失礼吼，啊，迄个伊个中枢，啊，唔知安怎，啊，唔知理由，安尼怎啊？迄粒啊，迄个发射，迄个怎啊？甲刺落啦，按钮怎啊？甲刺落，怎啊？砰一声，安尼怎啊？射出去啦？用真是大。啊，即、這个中枢射飞弹的时阵，舰长无离遐，副舰长无离遐，军官无离遐。啊，这武器官也好啦，剑道官啦，的所有一切拢无离遐啦。讲规个迄个剑，迄、那个战情中心咧，军舰上吊咧，迄、那个战剑道，迄、那个咧作战的所在哩。迄那咧烧剑的时阵，迄是离遐咧指挥烟呢。讲迄个所在无半人啦，多啊，这个中枢啦，玉金是多。啊，这你刚刚有可能发生吗？这第一点啦，吼、哦，当然检察官爱查好清楚。啊！即摆大家讲调监视器啦，调监视器看是安怎，有人出入无？结果讲，迄、那个所在无监视器啦。即我真正吼，我着想起红中区事件。红中区是娃娃超市咧，一再反映讲身体出问题啦，看安怎就医。无咧擦消伊，无咧擦消伊，继续抄，啊抄到死哩。吵架人都已经无名，啊，才要上病态有啦。这个所在我那讲无监视器啦，啊，尾也调出来讲画面是乌的啦，
讲带迄个插头落去啊，用真是带太所有遮个足奇怪诶代志，拢发生伫高雄埔呢。啊，中区事件啊，无监视器，啊无着乌诶画面，啊，这非大，这何等大诶代志呢？阮敢要社会大，迄敢无是对干掉啦，所有遮个干部啦，全部是爱即、這个吼，定有最悬诶即个警戒呢？非大要写出去，迄定有咧作践啦。当然，这是演习，也是讲做即个假内操演吼。不管你操演啦、演习安怎，迄定有就是作践呢。迄定有就是咧做作践的即个准备嘛。万不得一天，那需要即个作践的时阵，就是照安尼程序咧操作啊。既然你讲伊会当一个人，安尼甲。对模拟甲改作践啦，讲安尼伊安尼无注意吼，讲伊无小心啦，啊疏忽啊怎啊甲迄个啊按钮怎啊甲刺落，所有遮个保险，所有遮个监督个机制全部失灵，拢伫遐一分钟以内。老实讲，我毋相信，我毋相信啦。蔡英文总统拄啊人伫国外。万一就罢工啦，万一就安怎啦？即卖就阁会大乱下，射到迄阵啊，船长是当场死亡的。你要叫船长，伊的家属、伊的家后边啊接受这啦？等纳税钱，大家纳税，安尼交予政府、交予国军来拯救飞弹、发展飞弹吼？啊，这是要保护台湾呢？今仔日你若讲啊，来射死人民解放军，讲迄个做敌军，射死家己的人民啦，台湾的飞弹射死台湾人，国际社会实在大家嘛敢做离谱啦，咱无法度接受。你今仔若无一个讲法，无一个理由交代，蔡总统也公开要求啦。话讲啊，足重的啦！蔡总统话那讲啊，足重的啦。讲这完全都无任何个军纪啊嘛，完全无纪律啊嘛。这个一切讲啊，白用白话咧讲的乱来啊，就对啦。国防部长，我再时看新闻，咱的蔡总统去参加一个军校吼，联合的毕业典礼。国防部长佮挂一支乌人呢，有那徛伫边啊呢？这个国防部长有什么面体皮站在那里？这么重大的事情，以这个管理、这个、三军海军出这种事情，到达我没看到国防部长上不同一个省来道歉也没看到呢。今天再是在我的副部长在那里，我不知道这国防部长吼啊，我的好朋友拢甲我讲啦，讲啊，这公布调打上台吼，啊，就一个月尔，这敢讲安尼落，哦，当然这包括个立委也好，有那要求讲得爱落台啦。我讲公布调做几工，唔是重点呢。马英九的时代，一个公布调做无七工的啦，因为迄个论文讲共抄的啦，共抄袭啦，所以尾啊，迄个是文字的部长，无到七工就宣布落台啊，用真是大。飞弹射出去，无论什么原因啦，故意的，也是讲是半故意，也是疏忽啦。海军必须要负责任，国防部必须要负责任啦。蔡总统是三军统帅呢，蔡总统话已经讲啊遮重啊，国防部长若阁听无吼，有哪值得去磕头啦？这种的部长要怎领导三军啊？代志发生到今仔几工啊？今仔已经第几天啊？用真是大，拜五、拜六、礼拜、拜日啦！你敢有看到讲安怎？包括伊的这个直属的，这中枢出问题嘛？士官长咧讲水啉水啦，军官咧讲无伫现场啦，干长讲要出去开会安怎啦？这种理由你听会落吗？演习顶有是作践的。作战的时阵，也有啉水，也有去便所的，也有开会，也安怎？这那不是代表讲普通时的管理吼、哦，
实在就已经烂到骨头啊啦，差不多都做起来都烂嘛，烂到骨头啊哩。啊，无就是雕工，无得甲背后某人咧讲呢，背后阴谋的呢，即卖拄啊去学中国，甲咱怎啊即个抓到小辫子呢？国叫台湾来互伊交代啦，你甲听几句啦？啊，是中国咧野蛮，伊咧即个阿爸咧规枪咧袂会弹，即卖叫咱来互交代啦。无代无志创一空的吼，实在你后壁要收煞，有哪做路的，是正路死人啦。啊，所以这无论如何，这就爱彻底来查办吧。但是大家较想，这官场尤其军统恰恰是官官相护啦，顶官阿无会底阿会底阿无顶官，因为会底若出代志，顶官不得甲威胁袂掉哩。啊，所以你就讲要查这个中枢300万交保你啊偷笑啦，你要甲气死你啦！啊，诶，船长顶有事安怎？船长的名哪哪靠你啦？出海买掠鱼啊，尔呢？迄船长讲有够认真，实在咱足感动。逐天出海的你，出海买掠鱼啊，安尼尔啦？讲飞大蛇对天顶射来，当场射死啦，头壳蛇碎啦。对着家属要哪交代啦？对着台湾人民、台湾社会要哪交代啦？你哪即个直属的这些干部，无先甲特级查办？包括士官长，包括顶官这军官，包括舰长、舰队长，甚至包括司令，你要哪查啦？你要查鬼啦？要哪查啦？你这相关的伫现场的，做一个讲实在话啊！大家为个坐伫遐呢？全部全杀互伊就好啊！用真实话我讲安尼敢无道理？佮戆的嘛，怎杀互伊个中枢呢？啊！伊无小心来，伊去刺着啦！一刺着，我也唔知砰一声，我大家才知啦。安尼，怎啊？大家拢无责任呢？责任下了了啦。那真正要查哦，水落石出，要查出一个真相。这相关，我唔敢讲一定因安怎。相关这人，这相关的人，你无先贴一查单，你阁继续互伊个单位内底。你要影响咱的时阵，讲啊歹听的，靠近着大家讲好啊啦。时到检察官调去，全部讲同款的，监视器无监视器啦，检察官有伫现场甲看呢。你到身边要查，你要查都查无落来啦。军方出这种代志都毋是第一件啊。上管遮的人啊，要查真呢，他有讲打处理伊的中枢啦。你舰长免先贴钱吗？舰队长免有钱吗？海军司令呢？大家咧甲问伊，阮三不知伊都唔知啊！啊，你要哪做司令啊？公部长今仔日搁离啊？徛伫蔡总统边啊，伊个个面体皮，人离婚伊今仔要质询啊！伊搁离啊参加毕业典礼，开大声吹吓死人伊讲。那无伊个代志咧，连续一两天消失，搁伫遐咧接见宾客啦，搁伫遐安怎？什么意思？说军友会安怎的？有真实大。照讲，这是咱家己咧做啦，吼、哦。我民进党员呢，但是这种的国防部长，家己上基本的，若讲真正有一个连体心，家己是真落台。有那卖好总统为难，卖好蔡总统为难。小英总统为了讲啊，才清楚啊，哪个听无吼？实在这部长也免去做啦。政治责任，民主国家拢是安尼呢。你看英国的公投失败，公投失败无代表伊这个英国的首相爱落台呢。你看伊个首相第一时间，顶有咱的行政院长嘛，马上辞职落台宣布啊。因为为着伊个政策失败嘛，今仔日你军中出遮大个代志啦，红中区个事件个时阵，伊当时高华柱马上落台嘛，尾下来发生即、這个，骨力介有出代志个时阵，干部长嘛爱落台啊，所以即、這个即届，冯世宽我对无意见啦，咱也毋捌伊啦，
啊，但是这种代志必须爱负起政治责任吼。啊，这我的看法啦吼。用真是多等一下，咱也可以，大家有哪会当卡入来吼？啊，表达你的意见吼。我是敢讲军方这爱好啊整顿啦。啊，若要整顿，你得爱有人带头。啊，若继续互这种安尼，啊，你呀啊是唔知啊你。做几个月啊吼，啊这若讲阁无好啊，有发挥一个魄力，安尼那努努啊安尼，实在咱这新政府要改革，尤其国防这地吼，这互咱不止啊忧心啦吼，我安尼看，实在互咱做烦恼，大家爱做好，啊但是这个物件吼，有哪爱有好的人、好的领导者、好的部长、好的司令啊来做一个发挥，来。咱先进一个工商服务吼，啊，相关产品的咨询，乡亲是多咱个做参考吼，啊，服务专线、平台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吼，啊，咱这个有关阿扁总统参会这个影片、这个 DVD 吼，啊，今仔日那节目了，其中一个录新的吼，啊，这个公布吼，这个公布单。咱本来是我家己做的啦吼，真济也无几个高厂商吼，家己烧啊，家己来鸦片，咱都要做200台。啊，即卖即清查了吼，咱即个统计差不多阁剩120台左右吼，全国都剩这120台。啊，上完为止，也只有咱一边一个个听众才有，外面你有钱嘛买袂到吼，啊，即也无人去录车啦吼，都啊咱家己吼，啊，才会去甲做一个录音安尼尔。全国120台吼，即卖现时啦吼，啊，这个上完为止吼，上完为止，甲大家听众朋友做报告，啊，甲你感谢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对去年6月份开始，到即卖已经一冬的时间，拢是我靠咱一个乡亲时代的鼓励，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仔日。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志忠特别甲即届6月7日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精彩的内容，来甲做变一个影段 DVD， 要来赠送给大家。这是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经过8年2700多天的熬劳，第一届来到台北参加这个忏悔，进入历史的意义纪念的这个记载的一个暗暝，内底有陈总统入来忏悔的现场，甲离开这上独家的画面，嘛有会场内底包括高雄市长陈菊、台南市长赖清德、台中市长林佳龙，以及大家所喜爱的主持人彭文正、彭批、甲汪杰民这些贵宾。上精彩为阿扁总统平反的这个演讲，其中甲做一篇差不多2点钟，方便大家当早顿去看，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大家拢会当做伙看，由着阿扁总统亲笔甲签名来赠送给大家。对即卖开始，只要注文任何一项咱的产品，不论是正型 Q10、正型深海鱼油，也是好评估相机。新鲜地价钱拢会使，就送这块由阿扁总统签名、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这个纪念的光碟，和忏悔一天无法度来现场的听众朋友，买当做伙感受迄个感动，也是你有来参加，买当甲保留吼、做纪念，啊，迄天这个历史的画面，非常有纪念性，外面买无嘛买袂到，电视台咧翕的嘛无这块遮完整。特别送予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元。原料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高单位深海鱼油，一罐嘛吃2个月只要2200元。啊，搁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子，一罐3500元。啊，搁有独家技术来做提炼。芳醇阁好啉，纯天然的新鲜地瓜精，一组30包5400元，经过上严格检验甲把关，出侪听众朋友买断的了，阁敲电话入来娱乐，这就是因为好的产品对身体真正有帮助，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以上四样的产品效果拢无同，咱会当放心吃长期吃，只要出门任何一项，就送你这块6月7日阿扁总统感恩忏悔纪念的这个 DVD 吼，这个影片。啊，阁有陈总统亲笔的签名，感谢大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需要的听众朋友卡电话服务专线空七七六一八空七五空七七六一八空七五，拜托，感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吼。啊，有关着工商服务的内容，对着产品有任何的不了解、任何的问题，啊，那要甲厂商这边交关吼，啊，要主文的专线，拢甲卡七六一八空七五，七六一八空七五吼，啊，是包括着这个阿扁总统感恩忏悔这个 DVD。哦，即卖存差100通地，120地，吼、哦，无得加阁减伊，吼、哦，120地左右，用真是大只甲卡转刷，来刷咧，咱咧现场可以我那甲开放，吼、哦，即部甲过一半，来311-1980，吼，311-1980，吼，用真是大对即个飞弹即个代志，哦，这是到底单纯讲啊，都无小心怎安尼甲刺对？用真是大，这不是讲啊，咱讲赛车吼，啊讲啊，着老百姓无小心吼，比如讲今仔地中，我这着平民百姓啊，赛车赛唔到啦，啊人迄是讲迄、那个啊逆向的单行道，我怎啊讲赛唔到，赶紧把裤出来吼。那讲安尼嘛，违反交通规则不得罚钱呢？迄警察马上着甲你抓落来啊咧，警察车着甲你啊甲你抓落来。今仔日是一粒飞弹呢，迄飞弹是讲迄个叫做航空母舰啦。大家那新闻有看到无？迄那讲美军的无？迄航空母舰哦，航空母舰，迄顶管打战斗机载几百架啦。打顶管那遐个吼人员讲来4-5000人，迄种个航空母舰啦，航空公司的航空母舰。咱这种上山飞弹是会当解的武甲，抓个大抓沉落。你看这种的飞弹威力啦！啊，今仔日会当讲凊彩一个中枢士官啦，安怎？你去干将嘛无遮大呢？伊一个人会当家己决定上，边啊无任何一个人啊，伫遐咧有哪做伙来啊操作这个代志？一个人咧决定，啊，伊若头壳有问题，伊若精神有问题。也是讲叫阿强阿买手机，啊，咱台湾就怎乌有去？大家会去之前发生一个事件，德国一个航空公司，迄无赛飞行机的迄个副机长嘛，迄、那个副机长，伊的迄个心理有疾病哩，迄精神有问题嘛，啊，所以这航空公司当然有责任。伊即卖飞行机赛赛的，我会去只是要对西班牙要飞等于德国啦，真正夭寿甲。啊，这个副机长，飞行机在操作的啊，啊，当然，这两个飞行员嘛，机长、副机长，副机长伊即卖伊想好啊哩，伊想好啊，伊家己要自杀，伊要叫全飞行机百外人去作为陪葬啦。拄啊，趁机长啊去迄个一号去变数的时阵，伊怎啊把迄个驾驶舱的迄个门怎锁掉的啦？啊！即卖因为911了，拢惊讲人劫机啦，惊讲伊个做歹徒，啊伊呐对后壁硬情讲啊叫你来开门，所以即卖拢改设计。飞行机即个伫迄个制造的时阵就设计好啊，驾驶舱的门内底才会当开啦，外面袂开一啦，你去安怎甲弄偌大难啦，佮开枪啦，规个拢防弹的。真正那种害死人的啊！即卖伊内底才会开一啦。啊，机长去一号，伊即个副机长怎啊甲门锁掉的啊？啊，怎啊马上即个飞行机甲即个降低关刀向迄个山怎啊甲弄落去？机长要救嘛未赴啊！伊就只好伊炸伫外口啊！你实在你真正无去发刀呢？我会去只150几个啦，大几只飞行机150几个。啊，这是精神讲有毛病呢！啊，你今仔若讲台湾的军舰嘛好，不管你这是叫做啊熊山的飞弹啦，包括咱的拉法叶啦，其他只的诺克斯、基德舰吼，咱的军舰有哪足济呢？啊，你这若凊彩一个人安尼操作，讲了做伊无小心的飞弹甲射出，啊，你是搞要哪收煞？
所以这个问题真正袂当讲安尼吼，清清菜菜来处理这個。我看今仔啊，这是《苹果日报》吼啊，一个相关的评论啦。伊个标题就安尼讲，伊讲冯世宽是不是应该落台啦？什么国防部长嘛？2013年哦，这是内底文章咧写，这个红中区吼啊，这个万隆市嘛，叫用超市嘛。500,000的这个白衫军上凯达格兰大道，对着军方来抗议啊，讲把人命当作垃圾啊。国防部长高华柱，伊当时马英九咧执政，辞职落台。2015年，阿帕奇直升机的案件无，安尼会当互人参观啦，共猫啊狗啊来当去哩啦吼。迄当时规个社会反弹嘛，参谋总长。严德发是记一个吼、哦、啊，记过一届，记过。历史上第一个叫用记过的迄个参谋总长呢，用真是大参谋总长，迄是偌大呢？以前迄是四粒星啦，伊当时迄北村做八年的总长，迄差不多伊就比总统较大个呢。即卖是因为国防部的体制改变，以前部长是无管啦，那伫军中就是听总长的啦。部长无人咧信道啦，部长咧坐伫办公室尔，伊早总长上大，但是即摆无共哦。即摆个总长是四粒星降三粒星尔啦，啊而且伫迄个制度上，参谋总长是爱听国防部长的，所以国防部长才有习惯。有人咧点名讲啊，参谋总长负责，我讲总长无管呢，部长才是有管呢，啊有管的免负责吗？哦，所以2016年阿帕奇案。虽然参谋总长叫用记过，但是国防部长高广奇当时个马英九执政啦，也马上讲伊辞职。啊，当然马英九甲挽留，哦，还是后边个代志。2016年7月1日的即届，海军即个金将舰吼，刚打即个熊山的飞弹，造成一名一个死，三个受伤，顶有港即个中国就离啊扑扑跳啦。规吼，咱查规个国家吼，啊查举国哗然。国防部长冯世宽连公开向着全民来道歉吼，来即个道歉拢无啦。我唔知讲是毋是又道歉，我无看到。我这三天吼，我来拢注意每一节新闻拢甲看啦。我无看到国防部长有公开出来道歉啦。卖讲而做家己处分，卖讲而做讲要处分。啊！家己讲要辞职，那甲这三件的事件比看卖，红中区的事件，阿帕奇案件，即个即个熊山飞弹案件，即个即件敢有讲较无严重？为什么冯世宽阿哥同款位置较出条的呢？蔡英文总统召开国安会议，公开来顶有是讲党话对国防部啦。目无军纪，人谋不彰。哦，这规个吼，顶有出动的话，这是三军统帅所讲的。但是你足奇怪哦，你无看到冯世宽家己讲要自行处分，三军统帅无开嘴讲叫你死，无代表讲你免死呢，无代表讲做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会当来容忍这种代志。冯世宽咧听。听啦，这个话是听无话意呢啦。为人上爱讲啊，是即袂当解决问题，但是留落来，阮啊问题无解决啦。民进党伫知影的时阵，那国民党马英九即阵出问题，要求部长爱辞职，所以今仔日冯世宽爱负起政治责任。那讲即种话都唔敢讲，安尼阮啊会叫用讲话啦。军中的问题当然数十年的问题，不是讲到冯世宽一个人的问题。有的人咧怪蔡总统，我讲唔通安尼。马英九做八年，你唔着先叫伊负责，迄人蔡总统有啥物牵连啦？所以伫这个时阵，实在国防部长爱负起政治责任啦。该打的责任伊爱担起。当然飞弹唔是伊写的，但是无法度啊，你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你要负起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就是讲，人法律不牵连啦，那不是你做的代志啦。但是你是国防部长，
对着这种天大地大代志，这不是小代志。你若讲啊，这小白的这个虐狗的案，讲啊，这都到一个阶段来处理。那讲因为虐狗案要求公安部长落台，我感觉无道理。公安部长伊也无法度去处理到迄个某一个营区内底啊，这有哪一个虐狗的代志。但是这个会大乱下，这无论如何，无论什么原因啦，制度上也好啦，管理上吼，还是讲真正有什么阴谋，我唔知影，检调来调查。万一无失职，我感觉这代志吼，有哪会继续去烧落？来，永信时代，咱这个广告先甲听一下吼，马上去登来咱的现场。来，这个761-8075，761-8075吼，咱的服务专线，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对去年六月份开始，到即卖已经一冬的时间，拢是我靠咱一个乡亲时代的鼓励，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仔日。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志忠特别甲即届六月初四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精彩的内容，来甲做变一个影带 DVD， 要来赠送予大家。这是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经过8年2700多天的学堂，第一届来到台北参加这个参会，进入历史的意义纪念的这个记载的一个暗暝，内底有陈总统这摆参会现场，甲离开这上独家的画面，也有会场内底包括高雄市长陈菊、台南市长赖清德、台中市长林佳龙，以及大家所喜爱的主持人彭文正、彭批、甲汪杰明这些贵宾。上精彩为阿扁总统平反的这个演讲，其中甲做一篇差不多2点钟，方便大家当早顿去看。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大家拢会当做伙看。由着阿扁总统亲笔甲签名来赠送予大家。对即卖开始，只要注文任何一项咱的产品，无论是正型 Q10、正型深海鱼油，也是好评估奖金，新鲜地价正拢会使，就送即块由阿扁总统签名。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这个纪念的光碟，和忏悔一讲无法度来现场的听众朋友，买当做伙感受迄个感动，也是你有来参加，买当甲保留吼做纪念，啊去讲这个历史的画面，非常有纪念性。外面买无嘛买袂着，电视台咧翕的嘛无这块只完整，特别送予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元。原料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高单位深海鱼油，一罐嘛吃2个月只要2200元。啊，搁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元。啊，搁有独家技术来做提炼，芳醇搁好啉，纯天然的新鲜地瓜精。一组30包5400元，经过上严格检验甲把关，出者听众朋友买断的了，佮打电话入来学了。这就是因为好的产品对身体真正有帮助，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以上四样的产品效果拢不同，咱会当放心吃长期吃。只要注文任何一项，就送你这块六月初四阿扁总统感恩忏悔纪念的这个 DVD 吼，这个影片，啊，佮有陈总统亲笔的签名，感谢大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需要的听众朋友，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75，07-761-8075。拜托，感谢。多谢咱永庆时代吼啊！即卖是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咱进行中。今仔日7月初4开始吼、哦，特别咱伫大台北地区啊，新来连线接待。中华广播电台 AM1026 啊，来服务咱哩北部的听友啊。这个时间是咱的中昼12点，也就是讲，即卖地中来主持啊结束了吼，啊，咱马上播出中昼12点到1点，有那咱完整的内容，一边一国爱台湾来服务北部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因为时间啊，可能巧吼，那巧的多同步，安尼是上好。啊，目前就是12点，中昼时啊12点到1点，
咱的服务专线有哪会当使用？761-8075，761-8075吼，头前加加空七，你着有哪即个早时九点到暗时六点，拢会当来听咱的节目啊。若有任何的问题，吼、哦，有哪个卡即个吼、哦，服务专线的电话0776180075。0776180075吼、哦、啊，有关这个熊山飞弹的代志，吼、哦，之中我的见解也同款，吼、哦，我的见解同款，就是讲这个要爱除了政治责任啦，吼、哦，部长爱负责啦，吼、哦、啊，其他你这该贴职的爱贴职，该咋办的爱咋办，吼、哦，来可以呢就算咱来个开放哦，这个311-1980。喂，你好，请讲话，我伫中。嘿，你好，大家好哈。咱吼，为了台湾总统吼，如果靠讲台湾总统，我感觉咱台湾认同是没有问题，百姓是没问题，是领导者的作为问题。至于军中问题，那个秩序的问题哈，嗯，就是也是领导者的关系。了解。咱下卡无汉尼菜啦。不可能讲，逐边拢政党轮替到民进党，啊，就是拢很菜，嗯、啊受害的都是下面洪仲丘啊这种，嗯，所以这个是管我那爱负责的，顶头啦吼，下面我那爱负责，本来就是国共问题，本来的是国共，哦、台湾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国共问题。好。弟兄你好，阿兵总统好啊，各位台湾人大家好。我讲吼，你敢会当选检调人员？敢有可？敢会当选？有诶，应班无诶，考考班啦。像阿兵总统迄无诶，考考班啦。阿兵因到放，嘿，阿兵因到做啊乱乱说吼。啊，唔办，伊就超工，再无后一定买因到迄创造诶。伊甲你用是咩代志，互人无迄个心痛去办伊诶代志，有无？嗯。对，所以有阴谋咧嘛，所以应该有阴谋论啦。我来讲，拄着甲你打做官话，我拄着甲你病一空，拄着甲你病一空。啊，这是咩呐？这唔是嘛？因到你买因到你啊，甲掠起来，我怕就无代志啊啦。啊，所以这爱办好清楚吼。咱就以听常所咧讲，这种我认同吼，无得啊调岗甲你创工呢。啊，这就是调岗，未输要考验咱的三军统帅小英总统。啊，所以若无甲查清楚，甲会搞代志。啊，所以你相关的就爱先贴一字，来，叫咱甲听看卖哦。喂，你好，我弟兄。弟兄你好，请讲话来。阿兵总统好，大家好啊，我讲较紧嘞。好，这时间足够啊，我较会接受啊，我来接受啊，去大陆，拢去在我地讲，讲了拢不错吧。来，你讲。我来回想无同，四位的总统，两个国民党总啊，两个台湾总统，阿兵总统当初是咧带领台湾，大家敢唔知影讲？但我上位啊，伊嘛知，一边一个个独立派，足安静。你一个李建辉、拉华业，吼、哦，再来马先生、洪仲丘，迄无大案吗？再来蔡英文，你甲换几段？一乱炸，啊，就阿要拍过来，无想要就先拍阿你。你只国防部的部长，绝对爱落台。啊，搁一个柯泰山，你也爱落台，做伙落台，这真正对国家元首，对一个台湾2300多万人。嗯报一个动作，你今日阿兄阿无放下来，你先拍到这些，你这非常，好，你阿正常啦。咱个别个听众讲一下吼，阿、哦啊、这有那赞成部长爱落台啦吼、哦，这政治责任吼。啊，郭志聪，喂，你好，马先生。哎，最近没有啊。来，请讲话，好、哦。这种国家大事件，你处理爱一个国家款啦，来，爱一个国家法。这太严重，所以当时啊，人讲的来犯外，外犯内乱，都爱下岗的呢。好、哦，足严重，拍死人。你啊，看前头二空就是甲真，迄代是偌济拢因安尼舞，安尼舞。嗯。啊，有啥物错在迄段啊？第一个时间，伊讲明就知影。啊，说话来有道康啊，你有道康的你、嗯。啊，问题严重就是直接。嗯，所以这无正确的通讯记录，拢做一下交代下。有你，有你，超清楚吼。喂，你好，我是中。谢谢你哦。来，查讲话。
阿比总统来才辛苦啊，这中山的飞弹哦，二战哦，拢是误击啊，其实嘛唔是拍了唔对，啊嘛唔是误会去的啦，其实这是古政权势力参与的分子哦，像蔡英文啊，这个政策顾问会哦，遐有一部分人哦是伫遐咧避讳啦，这是一场无完整的军事政变啦。第二，这黄昭顺哦，伊有讲要提啊提啊，那个七中的公投，我伊啊双手赞成昭顺伊啊，你就今日提案通过七中提案，安尼你后边要来选左营左南地区的区域立委啊，一定就算。好，就算我太高了啦。多谢吼，来，咱最后搁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弟弟哦。陈总统哦，系来，弟弟你好。搁三十秒吼，请讲来。啊，难道是开运动的记者会，是什么联合屏障，是发生这代志？恁在想讲，安尼伊有作为哦？一定伊有这段呐。嗯。伊个人无关心苦差三观，因的这俩就哭的哦。因为答案拢无猜到啦。了解，好、哦、了解啊！总共一句，咱就爱个操水落石出啦，吼、哦！来，这个工商服务甲经营一下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对去年六月份开始，到即卖已经一冬的时间，拢是我靠咱一个乡亲时代的鼓励，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仔日。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志忠特别甲即届六月七日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精彩内容，来甲做变一个影带 DVD， 要来赠送予大家。这是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经过8年2700多天的学堂，第一届来到台北参加这个参会，真有历史的意义，纪念的这个记载的一个暗暝。内底有陈总统入来参会现场，甲离开这上独家的画面，也有会场内底包括高雄市长陈菊、台南市长赖清德、台中市长林佳龙，以及大家所喜爱的主持人彭文正、彭批、甲汪杰民这些贵宾。上精彩为阿扁总统平反的这个演讲，其中甲做一边差不多2点钟，方便大家当早顿去看，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大家拢会当做伙看，由着阿扁总统亲笔甲签名来赠送给大家。对即卖开始，只要注文任何一项咱的产品，不论是正型 Q 10、正型深海鱼油，也是好评估上市，新鲜地价正拢会使，就送这块由阿扁总统签名。凯达格兰基金会11周年感恩忏悔一个纪念的光碟，和忏悔一讲无法到来现场的听众朋友，买当做伙感受迄个感动，也是你有来参加，买当甲保留吼、哦、做纪念，啊，迄讲一个历史的画面，非常有纪念性。外面买无嘛买袂到，电视台咧翕的嘛无即块遮完整，特别送予一边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元，原料对北欧的挪威进口的各单位深海鱼油一罐也吃2个月只要2200元，还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的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元，还有独家技术来做提炼，芳醇又好喝，纯天然的新鲜地瓜精，一组30包5400元，经过上严格检验甲把关，足侪听众朋友买回来了，佮敲电话入来学了。这就是因为好的产品对身体真正有帮助，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以上四样的产品效果拢无同，咱会当放心吃长期吃。只要出门任何一项，就送你这块6月7日阿扁总统感恩忏悔纪念的这个 DVD 吼，这个影片，啊，佮有陈总统亲笔的签名，感谢大家。数量有限，上完为止。需要的听众朋友，卡点啊服务专。